Thank you.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广州粤剧院的主持人施婉婷，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州塔观看粤韵广州塔名家周末大舞台。咁呢个演出咧系以广州城市建筑金招牌广州塔为演出基地。咁每周五晚咧，亦都係面向所有嘅市民同埋遊客免費開放嘅。咁我哋每場咧，亦都係邀請到文藝大咖同埋名師名團嚟到輪番登台獻藝嘅。咁本周嘅主題係致敬芳華女性藝術專場古代篇。咁啱啱咧，大家亦都係欣賞到廣州粵劇院一眾青年演員為大家演繹嘅《巾帼騷眉之英姿舞趣》，我哋再一次以熱烈嘅掌聲送俾佢哋，好嗎？今晚咧，我哋仲請到咗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陳允紅、蘇春梅，以及著名粵劇花旦李嘉怡、莫燕雲等一眾嘅女性藝術家嚟到咗現場噶。咁一陣咧，大家就可以一睹中國古代的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楊玉環仲有貂蟬的傳奇故事啦。咁下面咧，請欣賞第一個節目《粵劇貂蟬之鳳兒亭》。咁《鳳兒亭》咧，佢就係節選自《呂布與貂蟬》。咁呢個作品咧，故事取材於《三國演義》，佢講述嘅係貂蟬受王允所托，上演連環美人計。同吕布二人在凤儿亭私会，被董卓撞破，成功地离间了董卓和吕布的故事。那好了，下面请欣赏由著名粤剧青年花旦莫燕云和青年文武生陈振刚为大家带来的《貂蟬之凤儿亭》，掌声请出两位。Oh,
耍英雄，奸女公，无敌天下。Thank you.
来来来，待我连上去。Oh.
么正如因攀不情，我要激发当主杀咗呢个老禽兽。打时便明孤月圆。
事。非常之多謝燕雲同振光為大家演繹《貂蟬之鳳兒亭》，掌聲再多謝兩位。咁接落嚟咧，請大家欣賞由著名青年粵劇花旦李嘉怡同埋資深粵劇演員麥劍瑞、李良平為大家帶嚟嘅粵劇《楊貴妃之醉酒》。咁該作品咧係粵劇《唐明皇同楊貴妃》中精彩嘅一節，佢取材於中國唐代歷史人物楊玉環、楊貴妃嘅故事，描寫深受寵幸嘅楊玉環喺百花亭久等唐明皇，得知佢早已移駕去梅妃嘅宮中，借酒消愁、飲至大醉嘅情景。好啦，接落嚟，我哋將呢個舞台交俾嘉怡，掌聲請出嘉怡。
上必悠悠新曲，雅兴都未尽。我看万岁初更不来，二更必到啊！系啊。走
酒嚟。走，攞走。啊，走，走。走。娘娘啊，万岁就嚟到啦，正所谓酒添雅兴，娘娘不如先饮为快。有酒飲，先飲為快，先飲為快。先飲為快喎！Oh,
謝嘉怡精彩的演繹。接下來請欣賞由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陳允紅攜青年文武生陳建超為大家帶來的《西施之夢回》，掌聲請出兩位。Oh!
咪姐和建超的深情演绎，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两位，辛苦了。接下来请欣赏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苏春梅、红派传人为大家带来王超君之出赛，掌声请出梅姐。好了。